这就行，你在想什么呢？ 早啊，出门啊？去哪儿啊？和你要去书店。啊？昨天你睡得早，忘记告诉你，江一鸣今天有事儿，你跟宋林雪合照的任务交给我了。你还身兼多职？没办法，为了生活。光圈焦距 ，ISO 键。 我说，你知道快门在哪儿吗？我没那么小白，好吧，我只是不懂这些参数。来吧，我给你示范。你会吗？看啊，这里能调节光圈大小，光圈越大，景深就越浅，更能突出拍摄主体，后面的背景就会更加模糊，拍出来有一种朦胧和柔和的美感。 比较适合拍人像。拍的怎么样？自己看吧。 可以，其实我觉得你可以蹲下来拍一点，那样显腿长。明白。哎，林夕，现在有点太低了，其实你可以试试半蹲。你放心，我肯定给你们拍成两米八。哎，好看，好看，再来一张啊！ 谢谢，你能不能笑一下，友善一点？就这样，保持，保持，保持。啊，这光好好看。对，谢谢，你能不能稍微放松点，就整个身体松弛一些？就比如说可以靠个墙啊，然后就让自己对。这样。脚。哎呦我的妈呀！ 你把这个右脚就是伸到外面，然后左脚弯曲，然后上身就放松。对对，放松放松，然后脖子下颌线露出来，去沐浴阳光的感觉。哎，你是老年人吗？脖子那么僵硬，就往那看，放松放松，去找眼神光，看那。这就行，你在想什么呢？ 赶紧拍啊！你知道了？啊，知道了，知道了。别动啊！别动，别动，去站那儿。哎，对对对对对对，看那里，别看我。